I heard about you long before we met. You're winsome and you're young, at least that's what they said. Underneath your glitter and your gold, you can't deny the fact that you are growing old. You have a thousand eyes that never fall asleep. Someday I will leave you when I've had enough of your beauty. Hi, 佩宝，今天的影片呢要来分享的是秋冬的新衣服们，然后穿搭给你们看。主题呢我定为是五个必备单品以及该怎么穿比较不容易出错，但是基本上整部影片不是只有五样东西，而是许多秋冬的衣服们。然后呢我知道很多人都会不断的在问我说哪件衣服哪里买的啊什么之类的，很喜欢。所以呢今天影片的所有的衣服都是不管你是在台湾或者是在美国都可以轻松购买的。然后首先必备的第一个单品当然就是碎花洋装，其实不一定是碎花啦，动物纹也可以。重点呢就是在于说夏天我们挑选的洋装可能都会是一些比较轻柔的颜色或者是缤纷的色彩，但是到了秋冬你想要有秋冬的味道，你可以在颜色的选择上可能像是深蓝色、橘色调，或者是棕色、奶茶色，一些大地色系都会比较有秋冬的感觉。那如果你是穿这种短洋装的话，底下可以搭配靴子，不管你是要及膝靴、过膝靴啊，然后或者是那种马靴，比较有个性的穿搭，甚至是搭球鞋，我都觉得很好看。第一件先分享的就是我身上这个是韩国品牌 Lip Hop， 但是他们偏欧美风。这一件洋装的话呢，深蓝色配上橘色的花，很有秋天的感觉。重点是它是我很喜欢的 V 领，然后加上它的这个袖子这边是公主袖哦。今年从春夏开始就很多这种各式各样公主袖，比较夸张的袖口设计或者是垫肩，都可以让脸看起来比较小。所以这一件的版型我觉得超好的，而且它有腰身呢，它就整个会刚好贴合着你，所以看起来还蛮显瘦的，显瘦效果很好。然后它的长度就是到那种大腿的一半，所以也会让腿变得比较长。我虽然是168公分，但我觉得这件洋装是165公分以下的女孩也都可以驾驭的，因为我穿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太短，可能要加个安全裤，但是也不会短到就是曝光啦。它的底下这里还是荷叶边，腿的修饰效果也很好，所以这件洋装我觉得基本上是100分，我好喜欢它的设计哦。好，接着第二件长洋装呢是咖啡色豹纹，一样是 V 领，但是腰身也超显瘦的。它除了咖啡色之外还有黑色跟白色可以选择。好，我现在换好第二件就是豹纹的，它的袖子这边是有皱褶设计，大概就是到手肘的长度，很适合秋天，因为现在秋天其实还是非常的热啊，并没有说变冷，所以其实穿短袖是很适合的。那这一件它里面是有垫肩哦，所以会有一种直角肩的感觉。然后 V 领的设计，这两条带子他们的官网上面的模特的照片，然后就是在腰间绑个蝴蝶结，但这样子的穿搭方式我觉得比较甜美。然后反正他的腰都已经这么好，根本就不需要你另外去绑带子收腰，所以我就会发现把它交叉绕紧这个绑法很好看，可以让领口这边多了一点点缀，甚至你不需要戴项链都很好看的。然后后面就直接打一个蝴蝶结，这样就好了。好，短正，有没有比刚刚那样穿好看多了，就变得比较有个性一点。然后它的材质是很软的，虽然会皱，有一点皱，可是它的皱是自然的皱，你不需要去刻意的把它烫齐，反而才是好看。它本身就是那种皱皱的材质，像它的那个下面的裙摆的部分是更明显的就是皱皱的，但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好看了。好，现在呢先直接介绍第二个，就是秋冬必备的穿搭单品，当然就是西装外套。但是到了今年秋冬其实很流行 oversize 的，就是像是偷穿男朋友或者偷穿爸爸的西装外套的那一种宽松休闲感。至于这种西装外套怎么搭呢，第一个当然就是里面一样可以搭上碎花洋装，会觉得比较有女人味，不管是长洋装或者是短洋装都可以。那还可以就是搭那种
骑脚踏车的单车裤啊，或者是短裤，搞那种下半身失踪的感觉，下面配个靴子或者是球鞋都很好看。有一些如果你敢露肚子的话，你可以就直接穿运动内衣，都非常的时髦。那我现在呢就直接套上西装外套。好，这一件呢是 JN 的，它的肩宽就是整个我肩膀到这里，它会大到有点垂垂的，非常好看的一个宽松感。那整件的话呢是偏薄哦，就很对于现在太热的秋天来说，就是凹造型很好的一个单品。好，另外呢我还有挑一件黑色的，一样是 oversize 的长版外套，但是它有附腰带，可以就是绑腰设计。我之前有一件就是米色的，也是可以绑腰的，大家很喜欢。那这一件的话呢是 Danny 的，可以这样穿，故意把它露点肩，这样子也很好看。好，下一件来看一个黑白波点洋装，非常的宽松可爱。这件的话我觉得是那种怀孕可能十个月都能穿，它很宽松，但是呢它单看好像不怎么样，有点平凡，对不对？它最大的特色在它的领子，我需要靠黑色的西装外套让这个领子跳出来。有没有可爱可爱的大领子？然后远看就是个性中增加了一点甜美感，然后再系上腰带。好，加个包包。然后这一件配咖啡色外套，我觉得也蛮好看的，领子就不拉出来，当作一般的黑色打底穿在里面，就是另外一种风格。好，第三个秋天穿搭必备的单品呢是衬衫，因为呢它很单薄，就是如果秋天还太热的时候，就是它还可以顺便当防晒。那这一件的话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就是今年秋天很流行浮夸，但是单一色系，像这个的袖子就是很夸大的这种公主泡泡袖，有那种宫廷风。那这里胸口这里就也有一个像背心，有宫廷风的感觉。重点是像这么有戏剧效果的衣服，你必须要搭一些黑色，就是酷酷的元素，或者是搭那种颈链之类的也都可以，而不是继续拿一些碎花啊，然后什么纱裙啊，就让它变得很甜美，像公主一样，我觉得那样就不好看。那我今天的话呢，就是拿它来搭那种破破的牛仔裤，走一种下半身失踪的感觉，然后再搭配靴子，其实看起来就帅中带点甜美。好，这次也有挑一件格子衬衫，我超喜欢各种格子衬衫，因为它算是每一年都不会退流行的。那这个颜色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看的，咖啡色混绿色，它很薄，是 Lip Up 的，但是它有点 oversize 哦，所以手袖是有点过长，可是我觉得还蛮好看，就可以帅帅帅。然后长度的话呢是可以当洋装啦，你看我的背后完全遮住屁股了，很简单的一件格子衬衫。好，那大概就这样。那接着呢，第四个秋冬的穿搭单品，我觉得是宽裤、牛仔裤跟运动休闲裤，就是绵绵的那种运动裤。因为今年真的太多时尚穿搭博主会里面穿那种 Nike 啊灰色的裤子，然后外面配那个西装外套，我都觉得好帅哦。或者是穿那种黑色工装的那种休闲裤，就是口袋一堆的，可能配这种短版上衣就很好看了。现在穿的这一件宽裤，然后有四个花式的大口袋，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它的底下呢是有缩脚设计的，我穿起来其实是会大概就是到脚踝这里，但我觉得配个靴子是还蛮酷的。这件裤子是 Jane Flower 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你可以去搜寻一下。好，这一套的重点呢在于我挑了一件卡其色的宽裤，我觉得它的版型算是还蛮好看的，很适合搭一些很慵懒的帽 T 宽松的衣服。其实穿搭就是自己穿的舒服开心最重要，不见得说你一定要显瘦显腿长，然后就是要穿的身材比例很好。有的时候像这种就是只是穿的很宽松显胖也是一种舒服啊，就是我穿的这样子很自在，我觉得就是一套很棒的穿搭
了，是不是呢？好，我又换回洋装了，因为第五个要介绍的单品呢，就是针织毛线类。那我自己其实很喜欢搭这种针织背心，它可以搭那个碎花洋装都很好看，外面再加外套，就等于说比较有多层次感。那如果搭这种针织罩衫的话呢，也很有秋冬的感觉。这件深咖啡色它也可以搭那个豹纹，这些都可以互搭。我现在就随便拿一个毛圈，然后套上去给你们看一下。大领子真的好可爱。好，就这样子，搭洋装。如果不想要这么可爱的话，领子可以不用拉出来啦。好像这样加在洋装外面的一件外套，穿起来就很有秋冬的感觉，非常的暖和。那我自己其实是蛮喜欢这种就是罩衫外套的，可是要挑哦，我觉得它一定要挑有点宽松的，如果是很合的那一种，其实常常会显得手臂粗。另外的话呢，今年也很多这种一套的，就里面有一个背心加外套，这个点点这一组是 Lip Up 的，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可是它的这个外套里面有一个很薄的垫肩，我觉得有点诡异，可以拆掉，拆掉可能会比较好。点点穿起来好可爱哦，然后就是那种奶茶色，我觉得穿起来感觉有点像小鹿。重点是它的那个材质其实是还蛮舒服的。大概就这样。它的背心比较特别，是它下缘是黑色的，所以如果你刚好穿黑色裤子或裙子的时候，就会觉得衣服好像更短版，然后身材比例可能会更好这样子。好，最后一件色彩非常缤纷的绿色，然后有蓝色小花，这就是颜色很可爱啦。那这一件的话呢，它虽然价格还蛮亲民的，可是其实材质好舒服哦。它唯一一个就是感觉比较廉价的地方是它的扣子是亚克力材质，但还好它是做方形的，如果是圆形的话就真的会有那种很复古的年代感了。它是方形的，我觉得还有一点点小设计感。那它的三颗扣子是可以全扣起来，就是扣得乖乖的这样，可是我觉得这样穿不好看，不好看，就是太乖了，一定要不要这么整齐的去扣它，你可以乱扣，或者是像我就是只扣一个扣子，然后变成一个大 V 领，这样穿起来我觉得都好像蛮有一点设计感，就至少没有这么的无聊了。好，然后配个鲜艳的包包，这样子好像蛮适合约会的哦。重点是颜色好可爱哦。那如果你想要搭牛仔裤也是绝对可以的，因为它有蓝色。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秋冬穿搭，整理了五个单品跟搭配的方式。那我觉得穿搭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可以搭配出很多很多不同的变化。那好，那目前就是这样，我有点累了。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如果我还有陆续收到其他的包裹，然后有什么样的穿搭主题，或者是你对穿搭有什么想法，例如什么样的身材希望怎么样去搭配修饰，也都可以留言给我，或是你想要看我私底下最真实超休闲的显胖穿搭也可以。好，感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